大家好，最近有不少花友反映自己的兰花呢出现叶片交尖的问题，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一段时间是高温季节，兰花叶片出现交尖也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状态。那么这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准确的判断兰花是否得一些病害或者是一些正常物理性的交尖。如果说有花友的兰花出现这一种情况的交尖呢，大多不需要太担心，因为这种情况呢多数是由于浇水不当或者是我们的养护环境太过于干燥出现的交尖。像这种交尖呢，它是由于兰花叶尖这一部分慢慢的缺水导致的交尖，而且呢它没有发烂这种情况，中间这些地方呢也没有出现一些病斑。那么我们正常的给它浇好水就可以了，不要给我们的养护环境太干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大家就要注意了。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片叶片，这些是从侧边出现的发黑，还有前面这一点出现了交尖，这一种就是一些病害。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也不是太复杂，只需要在晚上等这个气温下降了，我们再用一点多精灵，然后按照1:1000兑水给它喷湿1次到2次，大概7天左右1次，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种问题的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准确判断自己的兰花出现叶片交尖是否是病害或者是物理性交尖，才能准确的处理。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